我们这个世界募集已经开启 S 刷关卡了。那 我觉得关卡应该是差不多的，我看一下怎么速刷哈，看一下原本那个配置可不可以速刷，试试看。一拳合作会不会毁灭什么？应该是，哎、欸，有机会哦。我看怪物弹珠也有跟一拳合作过啊。我觉得怪弹合作过的神魔应该都有机会合作。我们试试看这个队伍。S 刷的话，应该就是血量多一点这样子啊。华光那个是假黑金吧？华光那个应该是假黑金啊，一点都不像黑金卡的黑金卡。哦，第一关的话，小怪应该一星就够了吧？等下我先认真打一下这个 EX 关卡，他是怎样？一 C， 还是他的血根本不多？他的血好像不多哎、欸，好像不用开技能哎、欸。啊，谢谢那个猫头鹰。等一下哦，蓝蝶华云游生步那什么东西啊？我只知道 LBJ 的那个走步啊。我只知道他的天龙八部啊，什么蓝蝶花云流声部听不懂啊。想成为篮球实况主，应该要新秀一下。我看他开技要怎么开哈。哦，这只血蛮多的，这只血蛮多的。小怪直接一 C 的这个新珠或者是木珠都可以。嗯，篮球火的招式哦，靠腰，你们年都几岁啊？看什么篮球火啊？谁知道什么篮球火啊？哎、欸，打了死吗？可以，一 C 就打了死。第七关是什么呢？哦，巫术强化盾。最后一关，应该是开个谢谢大包许，希腊挑战100期可以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清楚了，各位。好啦，也是速刷啦，好不好？两分钟速刷啦，应该可以更快的。刚刚应该要多转个两 C， 应该转个两 C 之类的，应该就够了。转个两次应该就够了。冷魂金一张。嗯，哎，是不是太多人登录啦？嗯。X 刷关卡，轻松打哦，翡翠。